你上来说来，你站起来我看看是谁。你不站起来今儿我不说了啊、嗯！大伙儿鼓掌让他站起来。我看谁还敢搭下茬。20块钱是听的票，你知道为了说这个我花多少钱了？你知道吗？来的人不少啊。哎，我很哎呀，又搭茬了啊！啊，我很欣慰啊。这是我的话。哎，对，别抢。他都不敢抢，你看见吗？是啊，这是义德呀。啊，对，不能抢话呀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些日子我们也是挺着急的。嗯，天天门口为了看演出打架，可不吗？真没辙，说良心话，做300人的剧场来500人，就肯定有进不来的。那可不是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好多人给我出主意，没法弄。现如今，国家各个部门都注意着我们。嗯，多卖1张票罚10000块钱。啊，就是罚款。这场可卖不了10000块钱的。嗯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在想办法，没有别的更好的辙、嗯、啊，就是求大伙多谅解吧。嗯，是不是？住哪儿的都有，前三门的您就算是近的。那可不，当然有远的我们就不落人了。嗯，人家打昌平来，打通县来，是是，你怎么让人回去？嗯，是不是？不是滋味。好在现在交通工具比较方便。哎，对，有的朋友自己开车来的，那就方便多了，也不算个事儿。嗯，一踩油门就走了。是啊，现如今来讲，我觉得这交通帮了好大的忙。对了，过去来说不行。嗯，你看现在观众有坐飞机来的。啊，那赶着过来的啊，嗯，你道远怎么办呢？嗯，是不是？住这门口去，人家道远，打延庆那边啊，坐飞机就过来了。延庆坐飞机过来啊？这太糟践钱了，这个。不是，我就说开车，把两边窗户开开，嗯、把胳膊伸出去啊。我觉得跟飞机差不多、嗯。开快点可能也能飞起来，是不是啊？没听说过。汽车啊，这个东西太好了。嗯，但是也不好。怎么还不好？没有汽车，街上能堵车吗？哦，那也没有堵车了。能出交通事故吗？哦，撞不着人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开车时间长对身体都不好，活动不了啊。我今天来是道上，旁边路边上停着一辆大奔，好车呀、啊。啊，车底有一人，嗯，有俩人架着胳膊，正来回溜达呢。哦，怎么了？我说怎么了？这是啊，没事，郭老师您甭管了。啊，车坏了，我们教他走道了。啊，开车开的都不会走道了。你看，总开车不活动嘛？好嘛，太邪乎了，是吧？开车、坐公共汽车，嗯，包括这打车，打车都很方便。对，出租，您一伸手就一辆。啊，对啊，一伸手就一辆。现在车多，我说打哈欠，2辆。光打哈欠就甭伸懒腰了，你就，对吧？想当初，说实在的，嗯。没有这么些个出租车，是你往回想想，嗯，想想你小时候，我小时候，去年啊，我才多大岁数啊？我长得老性，没听说过啊？您就说70-80年代，七八十年代，咱们小时候，对，哪有这么满大街跑的出租汽车呀？哎，没那么多，这是说明社会在进步。哎，对，好事儿。想当初的北京城，拿什么代步？嗯，大部分是走着。那就腿着嘛，有钱的坐个大二车，大二车是不是？那有钱的象征。嗯、哦，还有的像出城去远一点地儿，嗯，骑个小毛驴。哦，对，骑驴是不是？那个赶脚的吗？过去有一老北京土生土长的老人，嗯，就爱骑着驴吗？对对对，叫阿凡提啊啊！这是老北京吗？这阿凡提，老小毛驴是吧？哪儿啊？还唱呢？一嘴老北京话嘛？什么？没听说过都那会儿兴这个。嗯，当初还有这么一种交通代步的工具，什么呀？洋车。哦，就拉的那洋车。咱们看过一电影，嗯，骆驼样子是吧？骆驼样子呀？什么？没听。骆驼祥子。祥子，对，这是人名。弹弦的。没听说。哎，您说的是马小？不是啊，不是。骆驼祥子，对，拉洋车。嗯，为什么叫洋车呀？是当初最早叫东洋车，日本人发明的。哦，从那边引进的。到了天津不叫洋车了，叫胶皮。怎么叫胶皮呢？这俩轱辘外边有胶皮。哦，这么叫胶皮，拉胶皮的。哦，到了上海叫黄包车。黄包车，哎，上海人一说这个王八车。对，什么车？王八车。王八车呀、哎、一种尊称啊。还尊称呢、啊、
这拉车啊是一个辛苦的行当。嗯，有能挣钱的，也有挣不着钱的。怎么还挣不着？你有的人早晨起来啊，啊，六点就出去了，早啊，晚上八点半回来，这一天挣1块钱。哟，这太少了，不够吃的呀。对呀、啊，也有这个啊，早晨9点出去，晚点了，顶个下午4-5点回来，收的也早，这天能挣8块钱，啊，这就够吃的了。够挑费了，对呀、啊，有那个上午10点出去，哦，2点回来的，嚯、哦，能挣这么20来块钱，呵，这就挣得不少了，这就看见钱了，哎，有的是中午12点出去，12点半回来，挣100多块钱，挣那么多呀？他把车卖了，嗨，这太不是过日子人了，这个啊，刀子洋车的嘛，是吧？没听说过，洋车值钱都干这个事。拉车的分这么几种，哦，有一种是拉车贼。怎么叫拉车贼？最坏、啊、哦，他拉车呀、啊、比做买卖挣的都多。是吗？嗯，耍心眼啊，把车拉出去，嗯，车捯饬的干干净净，漂亮，人收拾的也漂亮。对，上车站，车站，北京火车站，嗯，往这一放，人多，不是谁来他都拉。哦，还分人，一瞧这拄着拐棍戴着眼镜，嗯，很有知识，是不拉，哦，他不管这人，不管，哦，一瞧这下来背一大包袱，两眼一抹黑，嗯，脑袋蒙一白手巾，哦，一瞧这是外地刚下火车的外乡人，这个能拉，哦，过去一拍肩膀，哦，吓一跳，干什么？是外地人，纳闷啊，嗯，刚来是吧？对，刚来是吧？嗯，上车。谁敢上啊？这个干什么呀？啊，上车呀，上车，你去哪儿啊？嗯，我上崇文门。哦，崇文门，下了火车奔崇文门，没多远，很近嘛。我上崇文门。对，吸什么气儿 啊， 啊，还出一口气。崇文门呐，怎么了？通县你怎么没下车呢？啊，到崇文门通县下车呀？多缺德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冲这脸你就得琢磨、一天这地儿都到不了。哦，太远，老乡吓坏了、我的娘呀、啊、远吗？远吗呀、上车吧、嗯、我送你去吧。啊，你送好。多少钱？问问钱。你这一瞧也没钱呢。是啊，给10块钱吧。10块？我的娘呀，我打山东到这儿才2块钱。哎，对，上趟崇文门10块，太远了 啊， 啊， 啊，我钱太贵了。嗯，你给多少？给多少？我借2块钱行吗？哦，2块。上车。哦，拉了。因为这道也就1毛钱。嚯，他这就发了财了，翻了20倍。上车。嗯，拉着车上大街跑、嗯、跑着跑着前面过马路了，嗯，把车撂下，我停下了，再掏2块钱。干嘛还掏钱啊？怎么还要钱呢？是啊，没瞧那儿站着警察老爷了吗？警察？警察叫老爷。怎么也不知谁是姥姥、啊、对，没姥姥。这个过这趟街，嗯，得交2块钱过街的钱。这还有过街钱？我的娘呀，啊，北京这个道实在是太贵了。这不给行吗、嗯、不给也行，咱来回试试吧。怎么试？拉着车奔逆行，走逆行，冲着警察就过去了。嚯，警察能爱看吗？是啊，一晃手里的胶皮棍，嗯，回去，让回去，赶紧回来了。嗯，不让走吧？废话，啊，让走就撞上了，老乡没辙了。啊，掏出2块钱，又给了。你等着。嗯，转身跑到后边。嗯，电车票那废票，捡一张，拿着攥着它啊，攥着、哦。老乡接过来，我拿这个就让走了、嗯。那可不呗，走，坐住了。是，拉起来往前走，路过警察这，老乡把票还举起来了。啊、那有票了。那是这票吗？车跑过去，拉车的还说呢，你瞧见了吗、啊、有票警察就不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到前面旮旯，嗯，找一小孩拉车的，哦，给你1毛钱，被他送到崇文门去。哦，换人了，他自己不去。是，到地儿一瞧，要这么近呢、嗯、打架玩。哦，怕人找见他。这么简单的一段道，他就挣了3.9块。你看来回的，这一天赶上多少起，他不挣钱了吗？啊，真挣钱了，比干买卖发财的多呀。哦，这是机灵。白天挣钱、嗯、到晚上也换上西装，干嘛？戴上礼帽、嗯、啊，拄着文明棍儿、哦、也吃喝嫖赌，
哦，出去消费去，还得消费啊，找一歌舞厅，嗯，往这一坐，跟舞女得说呀，哦，我爸爸开银行的，嚯，我趁多少多少钱，大公子，舞女高兴，我跟你走吧，啊，挎着胳膊俩人出来，哎，往这一站，嗯。洋车哦，还叫车洋，他也叫洋车。嗯嗯，洋车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一位，嗯，哟，二哥没出车，嗯，嗨，这位也没眼力劲儿，这位遇见同行了，哎，那好了都给。要不怎么说遇见同行躲着走呢？就说这哪行都一样，没听说啊，这个人叫拉车的贼哦，还有这拉车的油子。怎么还有油子？嗯，也能挣钱哦，但是他没有拉车贼狠。哦，他好点。哎，他上哪儿拉车去呢？嗯，找一胡同。哦，哎，往这一待，嗯，等着，一瞧打那边来了，提着四个箱子，哦，四脖子汗流，两步就迎上去了。哟，大爷，您跟这儿呢？大爷，我伺候您吧。呵，会说话，谁都爱听这个。对呀。把箱子递过去，搀着上了车。哦，呵，瞧您这意思，这是要出门吧？哦，啊，是我上火车站啊，我出趟远门。好，您这趟去了不得，您得大发财源。这吉星话。走走走，咱们走。嗯，哎，多少钱呢？您怎么了，爷们儿？嗯，咱们还用说这个吗？啊，能伺候您是我的荣幸啊。呵，我脸上有光啊。真会说。您说钱干嘛呀？嗯。这主一琢磨，别跟他客气哦，回到时候不定要多少钱了，怕这个，把话说到头里边，嗯，你别去啊，你别去，你说好了，嗯，到底多少钱，省得到时候找麻烦，嗯，您瞧您这，昨天也是，啊，有一位跟您差不多，哦，这穿着打扮一瞧也像您有钱人，嗯，哎，就您旁边这门啊，是是，也是拉到车站，嗯，二话没说给了1.5块钱。这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怎么了？这点道也就是2毛钱，嚯，这翻好几倍！他开出方子来了，嗯，要1.5块，是心说满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，嗯，敢等到了车站咱们再说。哦，你想的很好，可你闹不过他。是啊，呵，拉着这车，嗯，这一道上不住嘴的跟您聊天，哦，红光满面啊，大发财源，嗯，您这买卖得翻着翻的挣钱啊！是好话啊，好，你快着点，你快点，别光顾说话，哎，快点。是，啊，大爷跟您说，嗯，我们这不慢了，哦。您是瞧瞧旁边过一辆汽车，我比他慢。是，您看看那边那牛，我比他快多了。嗨，也不怎么样，往前走吧。嗯，正走着呢，有打那儿来一人，一不留神，咣撞上了，撞人了，撞人了都是个学问。怎么？这位站起来这就急了，你凭什么撞我，啊，拉车的会说话，先生您别着急，您瞧这事闹的，您一慌我一忙，这不就撞上了吗？你一慌我一忙才撞上的，哦，你要不慌我可就不忙。他把这错给人俩人的责任，嗯，还撞了心说，呵，你教训我，我抽你，啪，大巴掌过来了，哦，他客气一鞠躬，别生气了，躲开了，巴掌过去了，嗯，满脸堆笑，举拳难打笑脸人，就是啊，人家一劲儿客气，啊，您怎么了？您跟我着急，我上有80老母，下有不会走道的孩子，哦，您把我打伤了，全家人都得饿死，是是，您呀忍心吗？您是善人呐，啊，两句好话下去，这阵就没辙了，没事了。说你这人，你也不瞧着点，这事闹的，嗯，我告诉你，也就是撞了我，啊，哦，其实撞别人也这样啊，对呀，啊，撞了我，下回注意吧。哎，好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嗯，打不走了，没事了，拉起车来，回头还得撇。怎么说？看见了吗？啊，嗯，这说实在，这是没事，哦，真撞死打官司得我去。废话，你不去，哦，谁去啊？可不是他去吗？到火车站没有汗也掏出手进来，哦，这通擦呀，假装。呵，您瞧，天不热呀，是怎么出这么些汗呢？啊，哦，那意思就是你太胖了，累的，我累的啊。嗯，这时候一琢磨，一看表，差6分，哦，马上就开车了。哦，你跟他打架闹不过他，是啊，掏出2块钱，嗯。嗯，不1.5块吗？啊，找钱，找5毛。接过这钱来乐了。您，啊，瞧，这刚出来还没挣钱呢。嗯，这样吧，我给您换钱去，20分钟我就回来。嚯，哦，不要了，你都拿走吧，你都。哎，对，拿走吧，耗不起这功夫，拿走吧，拿走吧。嗯，多大能耐，这生，嗯，生药，巧舌如簧啊。行，有一点意思啊。他指着这个，他也能养家糊口，也挣钱呢。拉车不光是体力活，也是脑力活，机灵面，眼力劲儿。有的人就不行，怎么？比如说于谦的大爷，
就是我爸爸的哥哥。对，哦，他大爷今天要活着得90多岁了，怎么那么大岁？他们家哥们儿多，他爸爸行小，最小一个行47。对，啊，这哥们儿太多了吧？这个那年头家里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干是吧？那生孩子玩啊？啊，大爷活今天90多了。是啊，老头当初就拉过车。哦，他也是老北京人。是老北京人，后来又混不下去了，到外地去谋生。哦，到外地瞧也不行，又回来了。落到外地回来之后，到北京找这个老朋友，嗯，找人帮忙。哦，啊，因为都是老北京的人嘛，所以他好说话，说得近啊。跟这朋友说，嗯，外头这个事你得管我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这是老北京口风吗？这个老北京吗？老北京就这味儿啊。他主要出去时间太长了，哦，出去一个多月了，哎。我爸爸这口音改的还真快啊！是你大爷啊！啊，对，嘿，我大爷，我大爷，这就算舞台事故了，你知道吗？待会儿我让于老师自杀以谢天下。我呀，嗯，没有那么大娄子。啊，跟人家说的意思就是自己打算干点什么。哦，这朋友看看他直嘬牙花子。是，按说呀，咱们都是老北京人。嗯，我得管你。可如今呢，看您这穿着打扮啊。有车给你拉未必挣得出来。怎么？你看六月三伏穿着一条棉裤，棉裤英名是棉裤，棉货可不多，也就4两12斤啊，厚棉裤，白天穿着晚上脱下来顶门，这么硬呢这棉裤，就这棉裤打二楼下去能把狗砸死，嚯，跟穿俩电线杆子似的。是啊，脚底这双大棉鞋8斤1只，全是棉花。哎呀，走道慢，你知道吗？那还不慢。过去练轻功都穿这鞋。是啊，当沙袋那么穿啊。你说这怎么弄啊？这个啊，嗯，一琢磨那也得管他呀。是，领到车厂子，有朋友是干这个的。哦，认识。一说看见了吗？嗯，这个人啊，了不起。哦，啊，他那个侄子是于谦。哎，若干年后。提我干嘛呀？若干年后就是著名相声演员了。就没听说过啊？甭提我。这是他大爷，叫王富贵啊。你看看，等会儿吧，你先等会儿吧。我姓于，我大爷会姓王，亲的呀，是就是亲的才不应该姓王的。这个你这个脑子有问题。我脑子还有问题？你赶紧，你别问了，你问清楚也是病，问心里也是病啊，你别问了。我不问清楚了这病更重，知道吗？你问这个，你先说你大爷跟你爸爸是一回事啊？对对，不是，他也是亲哥俩呀。行行行，就算姓于吧，就算姓于吧。什么叫算姓于啊？说这您这事儿您得管呢。啊，您是开洋车厂子的啊，有车给他一辆，让他拉去。是，这时候看看他这身衣裳，哼，哎呀，这身衣裳快砍上盔甲了啊！管这身衣服干嘛？刀枪不入，嗯，啊，行啊，嗯，房上有辆车，你要愿意拉，你就弄走吧。房上有车，你琢磨那好车能上房吗？是啊，打上边拉下来一瞧，嚯，这车厢板也都散了，哦，前面这车把剩一根了，啊，俩轱辘，一个有胶皮，一个没胶皮，得雇辆车把这辆车拉回去了。好嘛，你大爷琢磨收拾收拾吧，怎么拾掇？先把这车厢子板先钉上，嗯，5分的板儿，对，买点钉子吧，啊，3分的、4分的都行，小丘皮钉，你大爷买的啊，嗯，3寸5的，对。那么长，从底下往上钉，嚯，哦，露了几个大尖儿跟这儿，冲上头，你都砸弯了他呀，哈，也拍扁了，他拿块麻袋给盖上了，还藏起来了，自个儿看着挺痛快，行，这不就敲不出来了吗？嗯，哎，对，光敲不出来就行了。俩轱辘，一个有胶皮，一个没胶皮，叫凑合吧，哦，凑合了。前面车把剩一根了，嗯，单挑虎不行啊，是啊，找根扁担捆在这边，哦，这边提了扁担，前面横梁上来根文明棍，嘿。拉着车上大街了，真能凑合。人家都跟街上找座，嗯，他找一死胡同，死胡同，怕人看见啊，呵，搁着死胡同，抱着肩膀跟这蹲着，嗯，早晨6点出去了，下午2点都没拉上座，哦，那是没人呢。按说这一天也没座，嗯，真有这倒霉催的，来人了，胡同里边门一开，出了一位，哦，呵，这闹的，嗯，正要找车，这儿就有，嗯，巧劲儿吗？洋车，嗯，洋车。大爷抱着肩膀还乐呢，这个北京人呢，什么念过书啊？怎么了？叫什么名字都有啊？啊，谁叫洋车呀？就是，啊，人家过来，哎哎哎哎，说你呢？嗯，这才抬头，干什么呀？嗯，那个，这怎么着？拉座不拉呀？是，拉呀，拉座。我那行了，拉我不拉你拉狗啊？这叫怎么说话？
你这什么话呀、啊？这是、嗯、啊？多少钱、啊？我上车站，嗯，你砍着给我。哦，你别去，你说好了，你要多少钱？40万，40。嚯、哦，穷疯了吧这个？你要疯啊你？40万 啊, 啊？你40万给我什么呀？这条胡同是你的了啊？嗨，这本来也是我的，那木杠拆了，把钱给我吧。啊，白费劲了这个。别废话啊！嗯、别废话，那个给你1毛钱去吗？嗯，按说这趟活得1块钱。一块，哎，一毛钱去吗？嗯，你大爷哪拉过这个？嗯，1毛就1毛吧，啊，行，没问题，是上车、哦。大爷真听话，嗯，迈步上来了，是箱子板立着4个大钉子啊，嚯、哦，坐下了，站起来比坐下还快，嗯，蹭一下子，嚯、哦，扎的，这速度都赶上神溜了啊，好嘛，甭跟他比了，顺着屁股呼呼流血啊，我的天哪， 啊, 啊，你这带暗器的啊，哎呀。同网镇的买卖，你这是啊？什么呀？撩开这麻袋一瞧，4个大尖儿。嗯，你砸砸他呀？是，我先累啊。对了，你这都是人话吗？这个，看在1毛钱的份上，我来吧。哦，拿板砖啪啪啪砸歪了，不便宜。往车里一坐，嗯，哎，怎么斜楞着呀？这个，嗯，改了张文顺了。嗨，不是这么档子事呢。我怎么歪的？是啊，你这车误在泥里头了。嗯。你自个儿看看啊、哦，一瞧啊、嗯，一个有胶皮，一个没胶皮。那可不是歪着吗？你这事儿闹的、嗯，歪着就歪着吧。啊、嗯，走，咱们走，咱们走。哎，好，大爷先往车里抱大腿啊。干嘛抱大腿啊？太沉了。啊、对，这棉裤箍的。啊、一来这把，嗯，哎，这把是应该是阴阳把，嗯，两根嘛，前面一个，后边一个，省得这车打天秤。哦，打天秤就是省得翻过去。对对，车翻过去，这叫打天秤。哦，所以说一前一后压着车把，这么着跑。对啊，来着这个，再来着这个，一使劲，这根下来了。啊，扁担抽出来了。这个不结实，这个东西啊。是。我问你点事吧。啊。你坐我这车，你是愿意坐呀、啊？是怎么着？嗯。不是，我不坐怎么办呢？你要真想坐，你抱着扁担吧。啊。这位坐到后边啊，斜着身抱着扁担，什么模样这是？这一毛钱花的呀！哎呀，忒糟心了这个。坐回来，咱们准备走了。走啊！这手揽着啊、嗯，这手没地儿搁，怎么办 ？K 着这个车簸箕底下 啊, 啊，走了啊，走嘞，走嘞。可他蹦什么呀？压切面呢，这是啊。是啊，走了20分钟，嗯，没出去2米。怎么？见高不见远。哎，对。光往上蹦、啊、哎呦，一边蹦一边还说呢、嗯、你认便宜吧，你坐我这个车你睡不着觉啊你、哎、是全颠能行那能睡得着吗嗯，跑起来吧，后边这主这气呀、啊、心说1毛钱我跟你今儿就磨了 啊, 啊，我也哪儿也不去了，是因为看这意思他不认道，不认识，拉着这车可是北京城胡跑 啊, 啊，这位心说1毛钱雇个驴都值了，是啊，拿他就当驴了，来吧，掏出手绢蒙上脸，我睡我的，你拉你的啊！睡觉了，看这意思，我不喊停，他能跑到死啊！嚯、哦，问问道，后边睡觉，前面跑啊！你大爷纳闷啊，嗯，他说他上车站，嗯，这个北京哪是车站呢？好，还不认识，嗯，哪里是车站呢？嗯，跑吧，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，嚯、啊，北京城都快跑遍了，嗯，木有啊，心里着急呀、啊，嗯，前面过马路有一个人，哦，你大爷看见他乐了，怎么？这个小子怎么上了马路了呢？走道吗？他这个方向跟我是正耐着。哦，我要是一直下去，我准得撞上他。撞上了？我估计撞上他，他挺疼的。嗯、废话。10、9、8、7，倒计时呢。5、4、3、2、1，撞！咚！真撞！躲开不就完了？这主扔出俩跟头去。啊、嗯！你大爷站在这乐呀、嗯！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，哎呀嗨！我准能撞上他，是的，跑不了啊，这个玩意儿你知道吗？啊，就奔着撞去的，把人家气的，啊，呵，我说你疯子你 啊, 啊，你没瞧见我吗？啊，啊这是好话，对，你没瞧见我吗？是，是我没瞧见你，对不起，给台阶就完了、哎。你没瞧见我、嗯，我瞧见能撞这么准？哎，这嗨，嗯，这肯定是瞧见了呀、嗯，我早就看见你了，哎。我早就看见你了，那还撞？哼，你我抽你、哎！能不打他吗？抡圆了打他。嗯，你看他拉车外行，躺着打他内行。是啊，攥着一根车把，走。哦，举起来了，嗯、当呼，打手上了。大爷这乐，你看看肿了不是？你看看，哎、我就知道你要找倒霉啊。嗯，正乐着，打后边过来，
揽着脖领子啪一大嘴巴。有一人，你大爷纳闷，哟，嗯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，我撞了他，他打我，你也凭什么打我？对，我怎么砍你牙手啊你？嗯，你不是坐车的那个吗？撞你怎么打我？打你，你扬车把我摔后头去了，我摔下来了。